文老爹赶电玩。2022年最新的 DC 正版授权英雄卡牌手游 DC 英雄放置联盟双平台火热下载中， DC 宇宙的新史诗冒险正义之战一触即发，即刻下载就送蝙蝠侠，同时庆祝开服活动，超人、神力女超人、闪电侠三位超级史诗英雄开启新手自选卡池活动，登录七天送黑色金丝雀以及康斯坦丁，好不好？各位观众，准备开抽了吗？这一只是蛮帅的啊，可是我还是比较喜欢 human。你快点回火星吧，地球是很危险的。猎人洛顿强，哎呦，可是我想要这个，哎，这个比较香啊，这个也有机会得到那个啊，也有得到神力女超人的机会嘛。来，神力女超人啊，有没有？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啦，也不是这个啦，哎呀，怎么都没有金色的呀？干啦，哎，好多紫色的哦，哎，全部都紫色的，哎，我再一抽就保底的，对不对？这只是保底耶。我老爹从母盒召唤出了超级小智，嘿，这就是保底的嘛，盟友。超人最好的装备就直接给超人哦，直接升星60个碎片，我55个，再加5个碎片，然后320个紫碎片，直接升星。来 Superman，伤害增至 105%， 物理减伤至 35%， 帅，三星超人，我们开启了很多共鸣，启用哦，身心蝙蝠侠40个碎片就够了，这边要90个 OK， 来，帅 I am rich， 他的绝招是叫做我很有钱了，好像不是，欸，来，轻松过给你看，轻松过给你看，会不会玩游戏啊？嗯，你说你8至30卡多久了？啊，8至30卡多久了？哦，我打一次就过，打一次就过了。哦，打给你看，会玩游戏的人就是不一样。哎，那个不会玩的哦，就是过不了关了，啊。你看我打一次就过给你看了，打一次就过给你看，前面放比较坦的。我们的超人应该很坦，这个蝙蝠侠看起来就很坦哦。来，蝙蝠侠 ，OK， 来开始战斗。你卡这一关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过给你看，哎，过给你看。好，我的超人喷一下，帅，飞好高啊！我有惧高症啊。哎，有点强哎，欸，哎，欸，这个对手有点强哎，欸。哦，这蝙蝠侠技能很帅，好加在我的超人也很硬啊。哇！哇！哎，欸，这个小子蛮强的，欸，有没有看到啊？这个怎么会卡关呢？打一次就过啦，啊！我跟你说，玩游戏哈，要用脑袋哦，有没有？我连过两关呢，哦，知道吗？多用点思考逻辑下去玩游戏啊，哦，就是要配对的。玩游戏哈，你就是要懂得怎么配对啊，哦，知道吗？你看我随便打不就过了吗？那么我们来玩玩看多元宇宙，邪恶降临，高速抢你，试试看呐，啊。最佳记录89%，来打一个更高趴给你看。开始战斗，这基本上有点像打 BOSS 的概念。
哦，看看能不能直接给他100%打过去哦。蛮轻松的嘛，哦，3800，他还有4条血。哎，蝙蝠侠怎么挂掉了？他剩2条血，应该打得赢，应该打得赢。哎，我觉得超人真的是超强的，哦。哇哦，轻松过关，应该100%没问题的，直接打掉，直接收掉，轻轻松松。哎，结束比赛，直接打赢嘞，最佳记录100%，来奖励领起来，太轻松了，哦，高速强尼不过如此，正义大厅啊。哦就是我们的工会啊，工会资讯。这个游戏呢，要加入工会才好玩哦。哎，这是我们的盟友，哎，这是我们的工会成员啊。工会佣兵，哎，你可以选择派你的佣兵去借给别人玩啊。我可以借出我的蝙蝠侠，哎，图鉴。开启这些图鉴就可以得到相对应的这个资源哦，相对应的能力哦。像这个蝙蝠侠的这个摩托车哦，升级。数值就越来越高，我的整队生命跟防御跟攻击都增加了。心符活动有没有？你只要在时间内完成哦，你就可以领到这个蝙蝠侠，蝙蝠侠战车碎片。好，先开领，再开领，又开领，疯狂开领。哎，盟友档案，盟友档案就是你抽到新的角色的时候可以领这钻石哦，可以领钻石。包含这只角色的故事啊、技能啊，哦，它是控制的，战斗中成长，各种属性，哦，连大猩猩哦都有介绍，不错。盟友起源，看一下，神力女超人起源、绿箭侠起源、钢骨起源，就一些 DC 里面有名的一些主角的起源，哦，看你想要玩谁的故事这样子，没办呢。好，这个是属于挂机奖励哦。平常你不在线上，他也会一直练功，好不好？领取挂机奖励。来，各位观众，想要试试看这个游戏哦，DC 英雄放置联盟的朋友，双平台火热下载中。